好，我们今天上午学习一下350优化状况。首先学习一下350软件的安装。在软件备份里面啊，TEM 软件，要 TEM 350，用这个9.5的吧，相对来说稳定一点。350不是版本越高越好用啊。它分版本的，7.6的、9.5的都比较好用，而且不卡。啊，粘贴到我们电脑上，然后再解压。啊，有些同学到现在还老是在压缩包里面执行，那是错误的操作啊。右键解压，复制到自己电脑上，在它头上点右键，解压到 KEM 350。双击打开，啊，这些，这个 EXE 是安装包，直接双击它。下一步，然后选择第一项，你不选择第一项，这里没有下一步点的，选择第一项，我同意。然后下一步，再点这个 KEM 350，然后再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啊。这里有三项选择的时候，选择下面这项，最下面这项啊，就没有 license 文件，没有解密文件，然后再下一步，再下一步，完成就可以了，装好了，装好了要解密，解密这里不是一个 license 吗？这三个文件，啊，这三个文件，复制。好，先复制，然后在这个 KEM 350 9.5 桌面上，这里有个 KEM 350 9.5右键，属性，打开文件位置，粘贴，然后点一下这个对于所有冲突执行此操作，然后再复制和替换，点一下，可以了，好，已经装好了。